以前我拢爱川烫，川烫很好吃吼，脆脆的吼，啊，因拢是摕滚排骨，吼大骨无落去滚，所以那个什么，广东人很喜欢吃这种豆瓣菜啦，吼吼，去炼那个汤，吼那个很好吃，用大骨落去炼，那真好食。这种物件不是随便可以长，要有活水源。这里是涌泉，所以说这个水很好，所以也竞争啊，这特别久了啊，这个很贵哈、哦，一般菜市场很难买到这种东西，很难买到这种东西啊，这种餐厅的干哈啊，为什么种在这里？因为它这里有涌泉哦，这里有涌泉、来，我们来这里看，